起。你明知道我骗了你害怕。轻视面前的危险时，终将成为他人的猎物。冯先生，我似乎还是输给你了。差点闯大祸了，你知道吗？欢迎你啊，冯大董事长。我这儿和你的大房子可没得比。依依，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爸机关算尽，结果引狼入室，你可真不要脸。替你心爱的女人挨刀子，很爽吧？你不要命，就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纪伟君的。你要干嘛？我可以帮你把孩子的爸爸捞出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冯思前，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你只不过就是我爸的一条狗。到底谁才是他那条狗啊？你觉得一贯看重利益的殷老爷子是会站在我这个可以给他创造源源不断财富的傀儡女婿这边，还是你这个只会给他惹是生非的女儿这边呢？只要你能把纪伟君捞出来，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对他还真是真爱啊。把网上那些关于韩青的视频全部删除，然后配合我做一场发布会，再带着你的纪伟君滚出江城。对了，明天的发布会我会正式公布我们离婚的消息，记得准时参加。
非常感谢记者朋友们来参加发布会。今天我有件事情要宣布。网上的那些照片跟视频是我合成的，冯先生和韩小姐之间是清白的，韩青助理并没有插足我们的婚姻，她不是小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一个女人放弃事业全身心爱一个人的时候，她的感情会蒙蔽心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试探冯先生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因为我的原因给大家造成了困扰，我感到很抱歉。英英小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还是说这是你们夫妻俩联合起来哄骗大众的一次公关呢？就是，冯先生，之前传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澄清？现在澄清是想回归家庭了吗？无中生有的事情叫做诽谤。我之前不澄清是因为觉得假的真不了，而现在澄清是因为这些谣言和诽谤严重影响到了我的个人生活。我不希望华京集团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而受到任何影响。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应。同时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和英怡小姐。我来说吧。我们有孩子了。这个啥新闻啊？是啊，这样真的没有。三个月，没事儿。三个月，你说吧。来，怎么了？怎么了？